各位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凤点微博。首先来看今天新浪提供的微博资讯。一名独腿乞丐近日是走红了浙江金华，他耗时五小时，用粉笔呢是在地上画出了一幅六平方左右的蒙娜丽莎，引得路人纷纷感慨高手在民间。作画的乞丐叫丛林贵，今年53岁，年少时因患病左腿截肢，靠着自学成才的粉笔画，丛林贵卖艺为生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。在金华市区西市街天桥附近，丛林贵坐在地上，用手掌做抹布、木炭描边、粉笔作色，人们将它围得里三层外三层，不停地发出惊叹。丛林贵坦言呢，街头卖艺这么多年，除了维持最基本的生计，他更希望现身说法地告诉人们，不论在多大的困难面前，都应该用微笑来面对。另外，好莱坞大片中特工们进入秘密基地，不是刷脸进入，就是指纹识别。现在呢，这些看似高大上的技术已经越来越多地走进了人们现实的生活。近日，南京银行太平南路社区支行呢，就安装了一台纸静脉存取款机。这台机器呢，和平常的取款机长得有一些不太一样，它没有用来输入密码的键盘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小巧的手指静脉识别仪。工作人员介绍，柜台上呢也有一个相同的手指静脉识别仪，取款前需要在柜台上录入账户信息以及手指静脉的信息。据了解，手指静脉身份验证技术呢是一种比指纹识别更先进的识别技术，因为指纹呢可以通过指纹膜复制，而且有的人指纹浅，机器无法识别，而静脉识别呢则可以弥补。另外，每对新人都想着举办独一无二的婚礼，为此创意不断。而最近武汉的一对新人呢，就举办了一场麻将主题的婚礼。婚礼现场处处可以见到麻将的元素，没有传统的婚戒，新郎抱着一个硕大的骰子送给新娘，没有我爱你，新娘的表白是遇见你是我这一辈子打的最好的一手牌。而宾客们则抱着红中发财和白板登台送祝福。原来新郎李先生与新娘杨小姐呢，在一场牌局中结识。当所有人都催着杨小姐出牌时，只有李先生不紧不慢，打完了还给她做讲解。两人因而呢互生了好感。这对新人表示，胡不仅是麻将的最高境界，也是婚姻的最高境界。婚姻不在于谁输谁赢，胡才是相守之道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凤点微博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明天见。